请问施主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，到此何事啊？小神姓张，名公，字君瑞，本官西洛人士，上京应试，路过此处，闻听宝塔啼鸟，何来瞻仰？原来是张相公，待我请出师父。有请师父。家臣不然，国父保兵，何事？奚落张相公来我寺瞻仰，敢吃那张居瑞吗？正是。什么迟疑？师父出言。张先生在哪里？张老在哪里？张老在。哎呀，羞愧了啊！先生，请坐，谢坐。老僧去宿，云游西洛，你我分别之后，我想今日再次相见。张先生不好啊，小生上京应试，路过此处啊。长老，你我自从西洛一别，长老因何在此剃度？老孙自有孟崔相国剃度，故而在这破旧寺内当了主持，这是我徒儿法聪。有见过张先生，见过张先生，还礼，阿弥陀佛啊！长老，闻得宝刹亲友，可容小生一言？这有何难？阿聪，带你带领张先生寺内游玩去吧。是，哦，马来。只是那西厢左右休要前去。知道了，张先生告辞了。长老请便。张相公，随我来。请。啊，萧师傅，方才长老言道西厢左右而不可前去，不知是何缘故？您不知道，西厢啊。住的是为崔老相国办理佛事的崔老夫人跟英宁小姐，哎，那英宁小姐啊，崔姑啦，
了你小娘子，你可是燕云小姐贴身侍女红娘姐吗？我便是何劳东妃。小生行政为公子军人，本法西罗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夜子时见身。在旅店万事恩甚是不便，若犯长老在西厢左右借我一间房屋都是是了无推出的了吧。张先生有所不知，想这西厢左右乃是老夫人与小姐所在之处，若留外人恐有不便呐。像他们只在西厢院内，小生只在院外，况且有分墙阻隔，各不相扰，有何不便？这个，行个方便吧。张先生说的倒也有理，这房间好，如此我就爱采了。多谢张。在去之殿中向张先生的信里搬至庙里来。是小青同跟去吧。啊，长老，小生还有一事相求。张先生有何事相求？Oh, shit.
姐，老乡们也。慢来慢来，你我素昧平生，这就不敢当了。当得你，当得你。
乃镇守河桥大将军孙飞鸿，你是何人？我大将军杜处是也。杜处，你奉何人所差进谈搅乱你老爷的好事？这求大将擅抢民女，该当何罪？你惹你的亲戚三抢咱的美女，与你何干呢？在乎念休走，看枪！女儿等干吩咐交啊。